火仙女人参，火仙天龙参，火仙神龟参，火仙山林川源，何时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火仙天地参，火仙方王参，火仙转轮王参，火仙去世参，火仙国王参，火仙在福参，火仙观树参，火仙比丘比丘你有婆舍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必知佛菩萨等身，而一化度非但作身，独现其前如观无累皆心苦，独脱入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岂有为挑夫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时，如当一念无在逃离天宫，应尽佛舍离娑婆世界，知弥勒祖师以来众生悉世解脱，用力诸国与佛受集，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涕泪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身你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离生死之涅槃的，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须我见度脱是火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拜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不住如喜如能成就九愿界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藏二世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佛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衣、佛如是、非但、地狱、罪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解愿文、语言、佛罪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声。莫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母拜也，愿生者说二是地藏菩萨拜身母也，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诸佛圣贤会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极。若有众生亲孙常住殿无僧尼，或戒难内，自心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极。若有众生为作沙门，行非沙门，佛用常住其狂拜，以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衣钵，不以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甚莫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
丘占提库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语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梵言什么诸有地狱在大戒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自有五百名好个别自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足以相列名号个别独有一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西是铁为上或者下下或者上铁设铁钩突破之处与墙之上同时而走狱中有船遍满万里人受罪之间其身遍我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满床上罪耶稣更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其一而归口压如剑眼如电光手扶通超脱业罪人复有夜叉直达铁骑中罪人生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攻犯奸火之床上复有铁衣但罪人梦复有铁色脚罪人尽白之前内西下长地八蛇根里周长作战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也甘如是动尽一切求助其此皆坏事即生他皆他皆此坏转机他方坏事辗转相继此皆成后患福而来无间罪报其实如是有无事业甘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事坚决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扎邦因舍郎全对莫去造错作火堂铁王铁神铁律铁马神格罗索热铁脚神鸡吞铁王可因铁之从年尽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地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心也感系同受之过程无间无者若多次于众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过程无间地藏菩萨百圣母也无间地狱诸所如是若光说地狱罪其等名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清摩耶夫人问一愁有何成定力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心九八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犹豫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尽是无定
二悉皆耶，三悉皆果为三为二住经的三论转无道藏无修习同心成皆密火障难如欲有望将是从流脱如战出有佛造王一时等被无当有年若即彼时望眼雷皆终是广度罪悲我佛而律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雷皆依兰可发何愿金蒙世尊引清藏堪为愿世尊律而说之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来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尽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明心作善事是见解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令国王为有用心是善饶益众生及令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而二王以及广设方便以王法愿造成佛道当都是被令是无欲以王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令是安乐得是菩提我终为愿成佛佛高定自在王菩萨以王法愿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王法愿永度罪过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莫如来其佛寿命是世间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陀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自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于愿何等广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子佛九八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摩多在而举手击打苦罗汉闻光目眼若魔在身作何行也尽在何去手击打苦光目大眼我目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俗所是与别多是其自我超我诸子今世但及其命数千万复被准则自命如何爱求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全光目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莫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光目闻一起舍所爱寻花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呼吁咽喉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目如摩婆鸠当身如迦旃觉吉罕吉当言说其后迦内毗身以自为满三日而难言说其手背其高于光目身是夜愿果报自受我是如摩鸠诸阿弥自别如来累多大地狱梦如佛离方得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罗二道如有何其令无脱面光明闻说之母无一根也被提而百倍自己是我母而知本罪作何行也脱于二道非自大言以杀害会马而也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
宝即是云何被子大言罪过之事不忍称所百千岁中出百难尽寡莫问一体内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莫用脱地狱彼时三岁更无重罪即离而到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用力善脱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月光摩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一生为凡之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光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王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罗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行归经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法或佛因是若是奉持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长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若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云严佛地利益众生地自在王菩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是四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界来发若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为觉更发光大誓言为愿师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若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光你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地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与其度脱众生有为必愿此名知识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应满
善不断，一时之故有法众缘。若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报，若于戒道者所贫穷苦处报，若于邪淫者所缺可愿养报，若于恶口者所捐书斗争报，若于毁谤者所无舌疮口报，若于嗔恚者所受罗龙瞻报，若于戒律者所所求为愿报，若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也禀报，若于天律自心者所情况丧命报，若于悖逆父母者所天地宰杀报，若于烧山立木者所狂迷去死报，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生变大现受报，若于亡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报，若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报，若于侵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报，若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报，若于无法无生者所用在畜生报，若于贪火占着上生者所轮回地藏报，若于破戒犯罪者所亲受饥饿报，若于非礼非用者所所求决绝报，若于无我恐高者所卑视下贱报，若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报，若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报，如是等眼佛体众生身口意恶习皆过百千报应，尽诸劣所如是等眼佛体众生也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尽皆说无有出息，是故如等护人护国无灵，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一体类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萨婆离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萨婆离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宣扬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广为流通，
中华印经协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印制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等等，让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大众皆能择其所好，同时感恩每位护法菩萨。有了大家的护持，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共结善缘。借由好书的熏陶，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福慧增长，圆成佛道。祈愿万音永流传，慧命不止息。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在家报税，安心防疫。如需前往国税局报税，请避开申报人潮，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一、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避免人潮聚集。二、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请在家休息，并采用网络报税。报税不忘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佛有地狱，明月铁窗；佛有地狱，明
天牛复有地狱名曰天衣，复有地狱名曰千人，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虫，复有地狱名曰宝座，复有地狱名曰六波，复有地狱名曰根舍，复有地狱名曰错舍，复有地狱名曰受教，复有地狱名曰胆液，复有地狱名曰铁腕，复有地狱名曰真论，复有地狱名曰铁佛，复有地狱名曰多神地藏，般言忍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影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刺地狱，火舞地狱，铁舞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耶利圣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到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事后又报显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可别纵然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地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亡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拜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舍是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狮子，或有地狱或当身飞诸罪人生，或有地狱赤手痛诸持罪人报，或有地狱食诸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焚鸟，或有地狱春飞几里，或有地狱多赞我将，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舌，或有地狱曲足铁钩，或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报，各得一种，有百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石石石，或此石中无中也心感，若光说地狱罪报，等是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及忍者闻略说，若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藏看遍第六二十世尊，其三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
令我今日瞻仰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深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时，无名诸侯如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光作方便，为护持清净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何成恭敬而拜佛也，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为原始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即是众等谛听，谛听无当为若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拜也。唯然世尊愿要语闻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这我这长者赞叹者作礼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普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事就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善一利者，世人百般甚于三世三天永不多余，而道家如天父经过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利，若有女人也女人生进行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基督是教基铜铁灯像，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饮食以佛成才创凡千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今次以宝女身百千万劫根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受女身度脱众生，成此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不辞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是亲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及妄非，在佛大行道场这女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佛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作诸伎乐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辈现在世中即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活破令而使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恩佛慈佛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今有善男子善女人会尽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吉利是或龙是小或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一年生
机会者，若是之人现阶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方说而归，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说人生贫穷下贱，出根不去多悲恶业来接近，邪不就之间佛多恶道是国不光，即为他人供养上我自报恶况，别生恶见毁灭，福慈不共，若未来世有难自立人，救出创真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火月梦而归乃至家亲，火要现道火多眼眉，共归身有日月随身装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我难舍受，我不得与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里面或许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报悲状愿舍在对病人前高声长愿，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向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他是我然有等，我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前令问之家令，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声拜高声度，尽是人命中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无见罪永得解脱，所受胜出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经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俗话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国不光，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若需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得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世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蛋糕做事，不若是做方便远离而道，不光若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多自尽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见等人或怒或悲，乃至作佛自由之人，觉知所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此报我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根薄情善恶道苦，福慈不光，若未来世庄严佛体内刹利婆罗门藏着居士，一切人等即一心中作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遭遇读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素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圣者，转正安乐界
给予寿命，佛子不光若为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四十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诸罪皆悉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具智同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杀害且他邪淫妄语百千罪状，但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都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作灾难，当知俱佳，若常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灵知俱佳，无作恨病，一时风雨，时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普光观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后归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其他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故闻如来巍然定首：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福？佛告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救愿界来，发大众愿力，以众生是般若等，一愿六福普光闻，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礼仪成王平地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过，我善逆多退初心，若于恩人念念成一时等被人如理你托付于众者，见困见状祖宗深邃，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缺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权临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从见而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是喜，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自见，如火先翻开，既然有灯火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记住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礼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彼多而去，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诸王良，何以故而所
杀害乃至败绩无限好势力利亡人感谢罪愿转正神宗家世来世或现在生得或身份神天天中愿是灵中被作权所造十二因一灵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神善处何况灵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所获耽误强国败尽或与令人更获少一时之国穿破困中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内欲诸佛教中乃至三世一毛一滴一刹一尘如是力悉皆自得所施于智慧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师长者九成五身化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黎明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计恶道明明有身为之罪佛起息日内如痴如聋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众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发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因在自处业道为在世间即因在自私密干才也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金亲是命众人了不得力若金亲或金奉先佛身是命众人即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都能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言佛归身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举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白无鬼王邪无鬼王智无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感受鬼王佛事鬼王诸好鬼王
主我归王，主是归王，主宰归王，主出归王，主进归王，主守归王，主美归王，主成归王，主名归王，主祭归王，主先归王，三母归王，四母归王，五母归王，吉利是王，他吉利是王，吉利查王，他吉利查王，阿那查王，阿那查王，如是等大归王，各个与百姓，主小归王，进去言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主归王，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地在一面地，而是阎罗天子无归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归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离苦，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所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只是让诸众生脱获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前无所事，只是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如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若有人迷失本家，我如现道其现道中多出夜叉及护郎世子，愿舍佛学如是迷人，在现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毒，有一只是多劫大树神经是多乃及夜叉诸恶毒的无风迷人，于今现道而于之言多灾难，自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能知诸毒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现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落是三智识，即其接受引出现道，免诸恶毒，至于好德令得安乐。何以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若则诸难得出，复存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召，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之际，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令是终，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灵寿妙乐，是诸罪众之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应解临出，永不复入。奉劝他人不劝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更不复入。若在历劫有上迷悟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命如多而去。
须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是离邪陀僧人天中旋游，再入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见陀时而是恶多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悉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行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听我曾一句罗状元方生，或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鬼王尽力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分辨令为护不令恶事，恨事恶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今于此舍得出，何况入门佛藏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言都难如是用护，善男女等无以高方王帝是令为护，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名，拜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业佛人民生死世世，我皆住持在我本愿生于利益，只是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曾一舍在自领土地，无量欢喜拥护自母得大安乐，离于眷属或一生下生无杀害，去诸仙为恭敬。